过去，没有受过佛陀教育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不称心、不如意的事情，就会愤怒，就会发脾气。现在明白真相了，一切法空。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你还发什么脾气？得到没有欢喜心，心是清净平等，失掉呢还是清净平等。没有懊恼，没有怨恨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自己的真心。知我修善。当行此人之善，此是慈悲，人是忍耐、忍辱。对一切众生，善与不善的心行都能忍。对于他的善行，善行善行。不生贪念，这叫人。对于众生的恶念恶行，不生嗔恚，这叫人。都要忍呐！最好不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，这是最高明的。修